阻止之刀！不行啊你们！再追我可要开盾了！开盾又能怎样？我们几个不照样上啊你！我警告你别追了，我们家可要来人了！来人又能怎样？老子这么厚，盾还能怕你？哎呀，我走，我要睡觉。这就是事情的经过啊！看来只能试试这个了。嘿。 这什么？阻止之刀可以直线增高你的大招的攻击距离，能加多远？你试试不就知道了吗？但是切记啊，千万不能对高地塔使用。5分钟后，不能对高地塔用，高风险高回报。什么？啊，就先拿你开刀？这么猛的吗？那真的要是拿去开塔的话。 老乡牌之前说不能对高地塔用，这高地瞅着也没啥的，那我试试。草率了。关羽，我直播吃柠檬这件事，你们看我今天晚上准备的东西，看到没有？满满的一盘，吃一把，吃一片啊，无表情吃，无表情吃。记住我现在的表情，来吃。 还得是我表妹啊，站在兄弟们，还得是我表妹。等一下，兄弟们，我去求杯奶茶，我表妹给我买奶茶了，我去求一下，等我一下啊。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，兄弟们，这是什么？这就是亲情的力量，这么沉啊！那最少三枚，最少三枚，两枚半。我猜一下，我猜一下，三大包，碗在我心窝，你们看这一盘，你们能吃到不能？满满一盘，我他妈吃上这些了，这有个奶茶。 分你回头，我生命中太多太多，是我的地方，一路指引我，无论岁月变幻，爱你唱成歌。听我说，没事没事，还有两杯，还有两杯。谢谢你。 没事没事，还有一杯，最后一杯总不可能说还是柠檬神吧？兄弟们，看这是什么？司令的摄像头到了。 今天晚上6点，露脸直播整活，时隔2年，搞笑男的真面目终于要浮出水面了啊！我就求大家一件事，别截表情包，更不要把表情包发到别人的评论区底下啊！我求你们，再算我求你们了。再看看这个，只要死一次啊，吃一片，无表情啊，无表情吃柠檬。吃不吃？吃不吃？ 吃就得死，这个虞姬他很浪，他不知道自己要死，我直接走到他脸上闪现。
没睡。一姐，闪现的瞬间。这里一枪直接拿下。哎呀，兄弟，我要操作他了。A 顺，A 顺，A 顺，好，好舒服啊 ！A 闪，不要追我，不要追我！看你妲己，他再敢出来，他就要死的。看到没有？不敢回头了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一名合格狙手的威慑力。你只要在这里驾狙，他不敢走过这个河道。我他妈！然后拉，不要着急，停 A。他敢接我，你敢摸我？你敢摸？你敢摸我？啊、反向打狙，大招滑走，规避伤害，饶我狗命，饶我狗命，饶我狗命！推他一下，推他！哎，算，机械反杀。老大，他一开始就这么大的吗？这我也不知道啊。看起来好猛啊！还敢议论我吕傲天，活得不耐烦了吧？雷霆，满月斩！大家好，我叫吕傲天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就在今天早上，灿儿，逗逼的小子有什么好的？你难道真的就一点都不喜欢我吗？我喜欢你的大头鬼呀、啊！既然灿儿说他喜欢我的大头鬼，那我吕傲天就变成大头鬼给他看看。这下灿儿总没有理由拒绝我了吧？你哪位呀？是我呀，我是傲天呐！你怎么变成这鬼样子了？不是你说你喜欢我大头鬼吗？是这回头不够大吗？我要回家。那行吧，我送你。啊、五分钟后。不是你又追我干嘛呀？灿儿，你听我说，刚刚我不是故意的。别说了，我要回家。回哪儿？回家是吗？我送你。你就抓住这个蓝箭绳，坐稳了。呀，灿儿，咋趴着了呢？我为了你，我连头都不要了，现在变成大头鬼了，你开始嫌弃我了？这是嫌不嫌弃的事儿吗？别说了，女人都一个样，我不想看见你。彩儿妹妹变成这个样，一定是赵云那个破盖仔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你。五分钟后，这刘傲天头咋变这么大？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大头鬼吗？阿云，阿云你怎么了？阿云，你不能死啊！你死了，你让我一个人怎么活呀、啊？那你就陪他一起死吧。不是，我刚刚说着玩的，场面话啊，我自己也是可以走的。不要贪图地无畏。